嗨，大家好，我是小许，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个类的地狱级关卡资讯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关卡的这个成就的部分哈，是只有水属性，还有队长战友都是人，还有队伍都有三个以上属性的成员，看起来是做球给这个炭治郎跟义勇哈，只是不知道好不好打啦。然后龙科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龙科是哪一科哈？龙科的话是这颗哈。影之月石龙鳞，那这一颗的话呢是兽暗属性兽类专用啊。可是现在暗兽其实也没什么好的队长，所以我觉得这颗的话实用性可能也用不太到吧哈。虽然说它的效果不错啦，是可以无视弓前盾的。哦，那随机上的兽技能是一减二，这个其实不错哈，是不错的一个龙科，只是它可以使用的兽类队长，就是限暗兽，所以除非你就是觉得以后用得到，有机会用得到的话，如果他之后加强兽类啊，会出一个什么暗兽队长的话，有可能这颗就会派上用场。如果他没有出强的兽类队长的话，其实这颗就完全出不了场哦。所以这个就我觉得不一定要拿了，我不一定要拿。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卡资讯哈。他这个王冠哦，他是不知道是版权的问题还是怎样哦，就是直接写王冠，就连那个图案都没有，应该是版权的问题啊。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哈，那总共有六关，总共有几个小关？总共有六关，然后第一关两只小怪哈，一只手下六，一只手下七，然后越攻越强。那伤害的话，其实起始的话都是35000，然后进场一只 CD 一，一只 CD 二，就是 CD 是错开的这样子，反正就可以洗加减洗个几回合啦哈。正常队伍的话，加上减伤，应该现在的队伍应该都可以撑到两下。然后再来第二关的话，技能有洗到的话，其实。这边的话，它是先攻哈，三四直场转按，按左上排列，意思应该是它转完之后，它会从左上开始排列这样子，就是会集中在左上这样子。然后隐应该不是说集中在左，因为三四直场转按的话，应该会很多按珠，反正它就从左上开始依序往右，然后再来左边第二排这样子排列这样子。然后还有隐藏轨迹、手消按吸收板级，反正这种盾基本上就是要开炸板啊，把按珠炸掉，或者是直接一个转板这样子。不然的话，这个隐藏轨迹你这样子非常难转嘛，一堆暗集在一起，你又要去把它切开，非常难转。所以基本上要把就是开一个大转板，像炭治郎的变身啊，或者是开大哥的直接把它炸掉啊，或者是开义勇直接那个风平浪静之类的反正就把那个暗珠弄掉，不然的话它反击100%。然后再来呢，第三关它是双血第一条血的话四重粘附这个感觉义勇刚好是无视粘附这样子。那转珠技无效，六 combo 加追击盾，那义勇打这关的话就很舒服嘛。那炭治郎的话，其实如果靠水火一消的话，其实六 combo 应该也不难啊。那再来这个第三之二进场致命步伐5000，然后还有把你进场残血。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需要那个忍，蝴蝶忍蝴蝶忍的那个消除负面效果。那其他队伍的话，可能就带消除负面效果的卡片这样子，或者是用挤的把它挤掉。活以外攻击力剩5%如果这一关的话，血量是9亿4000万哈，蛮高的。所以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活以外的攻击，就要打这个200亿哈，接近200亿的伤害才有办法打死，所以蛮硬的哈。所以最好是像义勇的话，如果带个什么冰河，你感觉还不错，刚好可以追打火属性伤害。然后如果是炭治郎的话，刚好那个把伤害转成火属性嘛，基本上是做球给他们两个啊。那蚩尤就不用讲了嘛，应该是轻松打。那在第四关呢，这个土蜘蛛，两只土蜘蛛一只是红绿灯新起步，然后这一只的话是旁边那只死掉，它就会死掉了。所以这边的话，红绿灯跟着转新起手，然后光出击拼图盾，要么就是把它拼进去嘛，要么就是开破拼图盾的卡片，解拼图盾的卡片，然后去解这个光出击拼图盾这样子。那把它打死，另外一只就会死了那另外一只的话 ，CD 这个是进场 CD4 这样子。那这边有讲到解盾失败反击100%就不给你洗啦，你一定要转到你没有转到的话，他就会反击100%。其实好像也没有打很痛，他打18000反击100%，也才打不到40000，感觉好像也可以撑好像可以稍微洗一下。那在第五关呢 ，CD 全版黑白强化无鼠盾越扣越强，那就是一般的强化无鼠盾再开一个这个带个破无鼠盾的卡片这样子或者是龙科都可以。然后再来王冠两条血，第一条血的话是7亿，第二条血是15亿，然后第一条血是八重蜘蛛网。蜘蛛网这官方有讲过嘛，就是不能碰到碰到的话就不能攻击跟回血这样，但是蜘蛛网的珠子可以拉出来这样，
反正就不能碰到了。那进场就八重哦，然后再来敌人只要攻击你一下就是多四重哦，基本上这个很麻烦啊。那像炭治郎啊这种队伍就内建哦无视蜘蛛网嘛，哦，基本上就是版本做球啦。那手消按回血反击 100%， 那就不能消按珠，然后点燃盾 90%， 点燃这边可能要靠迷豆子啊，哦，迷豆子点燃它你就可以只打7亿6，没有点燃的话就是要打76亿这样子。哦，那点燃敌人的话呢，这个网子就会不见。哦，如果你其他队伍不知道怎么打蜘蛛网，你就可以带个点燃的卡片。现在点燃卡蛮多的嘛，哦，它就不会有这个网子在了。然后再来呢，下一关王冠15亿的话 ，CD 禁锢三回合，哦，然后首回结束之后，炸暗狂击，手消6 combo， 无视减伤，这边可能就要带解锁吧。哦，解锁之后，这个一波带走，或者是开龙科延迟之类的，哦，反正就要撑过三回合，要么就解锁这样子，然后手消6 combo 应该是固定啦，固定6 combo 无视减伤这样，反正这边就是拼输出了啦。好，以上就是类的这个关卡资讯哈，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右下角按喜欢，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